你都快爬到桌上来了呢，不要爬上来，等下摔下去了。你看你的木瓜在哪里？木瓜在哪里？你的大木瓜？这是什么？你的木瓜吗？好，抱好，坐好，你要不要坐着？椅子是哪来坐的？坐好，对，坐下去。还要不要妈妈？妈妈妈妈。那你就喂他。我喂他。帮我喂他豆腐。来豆腐，快点豆腐，要不要吃豆腐？不给面子呢，哎呦，妈妈，等下我们喝木瓜牛奶好不好？要不要喝木瓜牛奶？对啊，叫妈妈去做木瓜牛奶，这个木瓜很大颗，超级大颗的。而且很便宜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复兴超市一颗要到就一斤要39块。30块，这一斤一斤19块。妈，差很多。还有跟着巴拉一起来买，对吧？你说我。对啊。很便宜啊。昨天要买50块的小玉西瓜。吃完剩一半，没有剩1/4，快嗑完了。来啦，跟爸比说拜拜吧。来，跟爸比这边说拜拜。